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。马鞭草打猎时忽然发现刚吃过的空罐头盒，立刻汇报了震东。胡进才从罐头上的日文猜测有日军潜伏到潼关，立即向子清汇报。史村和藤本带领日军突然分队潜伏到潼关，目的是要炸毁潼关的重炮阵地。震东让麦香打扮成小媳妇骑在毛驴上，他则牵着驴和麦香假扮夫妻走在山梁上。史村在远方注视着震东和麦香，震东一路搜寻日军的足迹，确定了日军的大概人数。日军进入了子清的包围圈，双方开战，震东率众赶到助战，在场日军无一人存活。为了阻止日军过河，国民政府给我们潼关增派了一个炮兵连。可是大家看到了，日军的敌机穿过潼关，就是冲那个炮兵车队去的。车队已遭轰炸，现在后沟。我要求所有人拿上工具，现在就去后沟抢运重炮。出发！是。车要是再修不好，麻烦可就大了。我刚才检查了一下，你就利用两门啊，三八炮被炸毁了。要是再把那四门十五六炸了，那就可完蛋了。你给解啊！来人，怎么样？发动机全烧坏了，短时间内可能根本就修不好。那还有啥别的办法？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些坏了的车都给挪开呀？这我想过，这河道太窄，挪开前的车，后头车也过不来。踩了！来，拿脚踩！我去，我帮你！谁先往里打的？这个，这大爷，这火影！胡营长，赶快想办法吧！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发动能发动的所有人，把车上的三八炮一门门卸下，反正咱人多，扛也给他扛到潼关去。好，组织先锋，先锋！是。王振东，
方振东！杨氏，让刀客搬运货物，这是你们行里的事儿。独立大队配合炮兵连的战士，把车上的炮一门一门都卸下来。我要回独立营一趟，我担心日军侵袭，这儿交给你了。哎，你放心吧。那些啊，嗯，好。哎，过来！走，快点，走，快，快，快，走，快，快，快！准备射击！等等，从敌人冲锋舟的数量看，不像是强攻，目的有可能是牵制我们在后沟运炮的任务。传我命令，敌人的舟不到射程之内，不许开枪。是。我们那四门十五流怎么办？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。这些日式的山炮人多了还能弄走，那四门十五流就算有再多的人也移不走它。要不我们把它给拆了吧？把它拆了，那么精密的东西，我们哪拆得了啊？当时组装的时候，那可是德国专家亲临现场给安装的，光那个学习手册，我们就整整学了十五天呢。不行，绝对不行啊！如果要是拆了，到了装不上，那可就成一堆废铁了。那四门大家伙每一门都超过5000公斤重，以后沟这么松软的土质，没有大马力的运输工具，根本就弄不走它。要是拆了，这些零件在运输的途中弄丢了怎么办？对啊，这些情况都有可能发生。这样，你回去通知战士们，让他们准备好运输工具，拆弹后组装的任务由我来完成。行吗你？我在德国学的是机械工程，应该没问题。那好吧，分头行动吧，走。这边，振东，先放下这些，这四个大家伙才是最关键的。他们要是不保的话，咱们潼关就真的守不住了。这玩意儿？啊。行，你说吧，咋弄听你的。我不管你用啥方法，现在赶紧回潼关，以最快的速度号召所有的乡亲们，让他们拿上那些筐呀、篮子呀、麻袋呀这些东西，全都拿来。在那玩干啥？我打算把这个给拆了。你要把这东西给拆了？啊。然后再回潼关再给装上。聪明，还有运输工具。哦，明白。车马牛驴我都给你弄了。快点啊，路上小心。过来，帮我拿东西。小心点啊。朋友，帮忙！进。我知道你烦我啊，咱不说这事儿，先说正事儿。守潼关的炮车队在后沟被炸了，十几门炮全撂那儿，那玩意儿太大，我们所有人都用上了，运不动它。杜兰云呢，正在那拆炮呢，有件事儿只能您能办，多找些人把那能拉炮的零件的那些牛车马车都弄来点，我们得运炮。我说明白了吧？明白了，那您快点啊。报告，河面情况怎么样？河面的鬼子只是零星射击，基本按兵不动。让我看，他们就是佯攻。后沟的重炮事关潼关生死，我必须马上带预备队去后沟抢运重炮。你们要盯紧河面的情况。是，通知预备队，目标后沟重炮连，出发。是。啊，还有工兵排。是。进。押镖是你的老本行，这趟镖我就交给你了。地点是潼关，怎么装怎么运我不管，要求是一个东西都不能给我少。好。
快帮忙！哦，喂，喂，你做甚嘞？押镖，嗯，扶着。哦，把住了！哎，你这是做甚啊你？这么好的后半部啊！哎呀，真可惜啊！ 要他干什么？啊，包东西。要包什么嘛？啊，够了，先放着。走。轻点儿。兰云，潼关的百姓马上就到了。啊，运输工作我已经交给振东了，其他的你来安排吧。范振东，啊，潼关几百百姓马上就到。 我一会儿负责他们的秩序和安全，你这咋样？我这都好了，你去吧。好。后面还有吗？递过来。把一号和二号全都给我拆了。好。 十号，十号，十五，哎，兄弟，十四，十四号，十六，七号。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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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来，跟我。往前一步，我就打死他！后退，继续，爹，你拿着枪指着谁呢？这都是守护村里的老百姓，都是生你养你的父母，你把枪指向他们呀？爸，我知道他们是百姓，可是现在我们需要百姓的帮助。乡亲们，后沟的重炮你们看见了，那些炮是为了救大家、救潼关才运来的，没想到小日本轰炸。那车坏的后沟炮运不出来，否则不会让大家帮忙，不会连累大家的。说穷了你，那炮要是运到潼关去了，跟鬼子打起来，老百姓的日子那比以前更难过。是啊，你让开，走，咱们走，走，跟志庆。
干什么你？我看谁敢动！他踩的那是你爹！放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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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带头逃脱，我真把你打死！！爷，我知道您二位是宁市里的人，这次就当帮儿子个忙，帮国民政府个忙，帮咱这国家个忙。您二位说话管用，百姓要是走了，没人帮着抬这些炮，炮就要毁。那炮要是毁了，潼关就可能守不住。潼关要是毁了，谁都别想活。求大家帮帮我们。你小子长能耐了，乡亲们，他们呢也是为了咱们老百姓啊，听我的，咱们回去帮他们运炮，走走走。黑灯瞎火的，在飞机上什么也看不见。他娘的！你说那个什么飞机，白天咋就炸得那么准呢？滑土沟、滑土坡，出来这么大个绿炮，瞎鼻子瞎眼的，肯定炸得准。你说咱要把这炮筒子给它弄黄了，那是不是就炸不准了？拿什么弄？这么大个炮，那要多少桶油漆嘞？油漆是啥？油漆就，炸油饼用的。哦。娘。你妹夫，啊！哎呀，这时候还知道累，你慢点啊！啊！待会儿快点啊！
老东西，你还行吗？行，你不说我不行吗？这拉车驾远就我们南爷们的事儿。我就说你这个身子骨。哎呀，行行行，怎么不行？这不都是为了咱儿子吗？也为了咱童贯。往前看吧，你看我干啥？这一天一宿的，真是快把人折腾死了。淞沪会战的时候，我们损失了两门炮，兄弟们哭得跟泪人似的。要是再把这四门炮给炸了，哼，我们真没法活了。多亏了这个杜公。嗯，还真是。已经拆得差不多了，就剩那四个炮筒子了。嗯。但愿小鬼子明天不要来轰炸了。老天保佑啊！方振东知道这几门重炮对于潼关有多么的重要，他想出了一个鬼点子，但又不能告诉杜兰云。为了尽早脱身，他又演了一出戏。顺利的话，早上七点钟应该能完成。报号。1805。那完成了又能咋？这东西谁搬啊？啊，怎么搬啊？那你啥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要不咱人先撤。报号。啊？这是60。撤哪儿去啊？报号。1807。能撤哪儿撤哪儿。别都在这等死。我已经死过12个兄弟了，我不能让这帮兄弟一个一个都跟着我去死。你独立大队的兄弟都是人，我的工人都不是人啊。你的工人归你管，我只管我的大队和你。那潼关的人谁管？不知道，反正我管不着。报号。这炮没了可以再造，命没了就啥都没了。别再捣乱了。报号。走不走？轻点。走。走。方振东，你白天干嘛来了？能帮的忙，我一定帮。帮不了的，那就是帮不了了。你就是个逃兵，你就是个逃兵。快点。90代，你们别当逃兵。轻点儿。
连长，方振东呢？方振东是谁？昨天独立大队那队长，看着像一个土匪一样那货。啊，昨天晚上我看他好像跟杜工吵了几句，可能是怕他兄弟死得多，带着他们人走了。混球！啊，这炮都拆完了，就剩四门炮筒了，现在没法运，也不敢运。嗯，辛苦了。咋回事啊？去看看。走，走，走！给我走！快！为了吸引鬼子的飞机，方振东连夜拆了自家和万家的房梁，将其伪装成炮筒，在另一侧的沟内狂奔，成功的掩护了真炮运抵潼关。喂，炮连张连长吗？啊，你等一下。喂，张连长你好。对，是我。嗯，声音很清楚。从今天起，咱潼关也有自己的重炮了。嗯，鬼子一定以为炸毁了我们的重炮，说不定现在正做着攻打潼关的准备。一等他们行动，我们就万炮齐发，定可重创日军。嗯。
好，那一会儿见。嗨，わかりました。少佐、同行の砲撃隊は我が隊により壊滅しました。そうか。中将山の制空権は完全に我々のものだ。同時に側翼からの脅威も排除できた。同艦を取るのも時間の問題か。よし、急ぎ佐原師団に伝えろ。すぐに上陸訓練を急がせろとな。時が来て準備が整い次第同艦を攻め取るぞ。はい。我说，进门的时候看那院子那块土了吗？这小子扒了我四根房梁，啊，连他娘还有丁黑的六根儿，那场面你没见呢，不容分说啊，上房揭瓦呀，拦都拦不住还打人。那你都没问问他为啥？人家有理啊，说用这六根房梁，扛着他在另一个沟里跑，就能吸引鬼子的飞机，就能保住咱潼关那四门真大炮。像不像我的种？什么叫像不像？那就是你的种。哎，可你得说，那是方娘带的好，教子有方。那是那是。哎，营长，你说这方振东咋想出来的鬼点子？扛着几根破房梁就吸引了鬼子的飞机？哼，刀客们，这邪门歪道的事儿是他们家常便饭，关键时候好使。哼，说不定鬼子这会儿正举行庆功宴呢。也不知道蓝云姐那几门炮装的怎么样了，要不咱们去看看？他忙，让他先忙两天。走，咱们去放两天。来，嫂子，我们奉房队长命令来给你修房子。谁是房队长啊？我们老大。你娃嘛？来来来，下去。他咋不来呀？他大概是有事情耽误了。我们给你修一样的。对，一样。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让他要修，让他来啊！你们修不行。啊，不是，我们是他的兵，我们给你修，跟他来修一样的。他必须来。别干了，别干了，小娘，走走走，没事，来接着干，接着干，是是是，嫂子，娘，跟我走。呀，听见了吗？啊，听见了。你叫的，什么我叫的？现在呢？现在你不叫了。我这耳朵老响。万子晴到你家去了。啥？你大点声。万子晴到你家去了。哦哦哦，干啥去了？去给房上碗了。好，哎。万老狗他们家那个房都好了吗？放心，所有的房都上上网了。炮团的那个连长也去了，面子不小吧？不小。这个费劲。哎，我说呀，要是今天这个事儿让严主席再知道了，还不得再赏咱们200块现大洋？钱呀，现大洋啊，不是给过你了吗？我说的是这次。哦哦哦哦，
我这真是聋了，那咱把麦香娶了吧。我跟你说，要有下辈子，我绝不当刀客。这耳朵老响，这个啥东西？那就是骂你，你也听不出来。哎，你看你那个癞蛤蟆样子，你骂我呢吧？你听见了？我听不见，但我能看见。啊，那是我傻。你说的对，我就是个癞蛤蟆。咱是粗人，还是读书人，办事办得漂亮，跟咱不一样。对嘞，我也是个读书人嘞。啊不，你不算。你就会几句日语，到头了，当个汉奸还行。人家是在德国喝的那个叫那个啊洋墨水，不一样。没说完呢。这样，你明天去趟西安。我上西安干什？给我买本书。你也算了吧。你，德国的，给我买本德国的书。中文书你还看不懂嘞？你还看德文书？那不是有你呢吗？你看，你教我。啊，你还真要读书认字啊？我得让杜兰云知道，咱也是能读书的人。这个不行，一会儿再检查一遍，把所有的螺丝都上紧。杜工，啊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差不多了，我再最后检查一遍，应该就能进行模拟射击了。太好了，辛苦辛苦啊！哪里的？那边，快点啊！哎，少爷。哎。少爷回来了。哎，老爷，老爷。啊。少爷回来了。答。起来吧。爸，那天那事儿，事儿过去了。那天呢，我也是担心潼关的老百姓惨遭涂炭。你做的对，要不是你拿枪指着我的脑袋，那天不一定出什么乱子呢。那天也多亏了潼关的百姓能帮忙，等咱重炮安装成功，一定会对对岸的鬼子形成极大的威慑，我们守潼关也就多了一份保障。好，好啊。对了，前两天我跟你杜伯伯还谈到你跟南云的婚事，现在大炮也都运回来了，你们是不是？大，咱潼关现在大敌当前，日本人在山西修了机场，持续不断的轰炸中条山，潼关的情况很不好。一旦中条山失守，咱潼关也就危在旦夕了。所以这种时候，个人的事情都是小事情。我想，我和蓝云的婚事
还是再等等吧。那蓝云姑娘怎么想啊？她也是这意思。这两天她都顾不上合眼，重炮已经安装完毕了，现在已经进入测试阶段了。成啊，好，陈潼关的老百姓就等待着你们万炮齐发了。哎，去看看你娘吧。 哎，你咋来了？我让他来的。那我去了。哎，哎，嗯，房梁给我上上了吗？都上完了。 这事儿干得不错。我听说，你们独立大队也死了几个人呢。这笔账，我先给他记着。我还听说，你不想娶麦香，想娶杜兰云。有这事儿？有。荒唐！那杜兰云是谁啊？ 那是你未来的小嫂子，她跟子清从小订的娃娃亲，全潼关的老百姓都知道，你捣什么乱呢？这不还没成亲呢吗？他没成亲，你成婚了。我成亲，我这事儿我都不知道。啊，再说麦香嫁给我，那是因为救我娘。这事儿我都跟他们娘俩说清楚了，回头休书我给他们送过去，就没事了啊。 我是真想娶杜兰云，你想娶，人家压根没想嫁给你。谁说的？那是他没好意思跟你们说。啊，反正是儿媳妇，谁娶不一样？再说了，我比万子清差哪儿啊？啊，不就不识字吗？我已经让老胡头去买书了。我从今天开始，我就学字儿，我一个一个的学，我就不信我学不会。 笑啥？还不是因为你，我弄成现在这样。东华，我知道我对你们娘俩多有亏欠。 可你不能因为这件事记恨你的哥哥呀！我俩之间跟杜兰云真没关系。好，这事就算是我不知道，也没看见。容我再啰嗦一句，别再让你娘为你操心了。她把你拉扯这么大不容易。 这事儿当你同意了啊，陈董，后沟这事儿，谢谢你替我解围，我已经跟达认过错了。嗯，那不挺好吗？其实我也想跟你说个事儿。 我也喜欢杜兰云。我听兰云说了，你喜欢他啥呀？一两句话说不清楚。我也是，我想了半天，我也说不出啥来，但是就是心里想着喜欢。我说的是真的。行，你喜欢谁是你的权利。 你放心，我不生气。但是这事儿到最后得看人家蓝云咋选，咱俩谁说了都不算。你要是真喜欢蓝云，别伤害人家。我就怕你这货这脾气，到最后弄的事情没法收拾，连跟人见面都见不了。蓝云啊，还是真挺在乎你这弟弟的。什么弟弟？我比他大。行。
对，现在潼关是重中之重，这重炮连来了以后，你们独立大队恐怕要有新的任务。啥任务？还有任务？嗯，我都答应马队长了，我这人手差不多了，我就跟他去中条山了。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没事了。嗯。 师长，杜工刚才来过，说让你过去一趟。知道了。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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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我给你运那些炮的零件没缺啥炒啥吧？一个都不少，我都已经组装好了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找我啥事儿？说吧。找你当然是有正事儿了。<笑>说呀，还吊胃口。是找你有事儿，不过不是我找你。谁找我？啊？别看了，应该一会儿就来了。 喂，啊，是我，他在呢。啊，稍等啊。啊，您稍等啊。 谁啊？这楼吗？啊，是我。你大哥，没想到吧？是你动静，哎呀，你说，我听说你们潼关派了一个炮连，而且我还听说在这次运炮当中你表现不错。哎呀，你咋啥都知道啊？没事，哎。 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这边都拉了近百号人了啊！那余教官帮了不少的忙啊，我啥时候过去啊？都急死我了！你现在就安心的留在那边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的任务是全力协助好炮连工作，保证炮连的安全。具体任务，炮连连长会给你说明。好了，跟你不多说了，代我向余教官。 再见。别呀！喂，大哥，你怎么什么都跟马队长说呀？啊，我喜欢你这事儿你也跟他说了吧？马队长跟你说啥了？我有那么无聊吗？ 那他为啥让我们独立大队留下来协助炮连工作？那是为啥？那我也不跟你拐弯抹角了。门口那四门重炮，你看见了吗？看见了，咋了？那个重炮吧，体积大又非常笨重，挪动起来非常的不方便，所以为了麻痹敌人。 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十几门小炮来回移动，造成一个大面积的火力网，然后在重炮开炮之前呢，麻痹敌人，让敌人找不到那四门重炮的坐标，就是位置。所以在重炮开炮之前，需要有一支队伍来回移动那十几门小炮，连续发射。那这样一来的话，需要一个。 有力量，并且又能熟悉咱们这儿地形的队伍，所以我就觉得咱们独立大队最合适。啊，缺牲口拉炮。不是。我明白。
哎，就这么点事儿，你就直接跟我说不就完了吗？你干嘛绕那么大个弯子，非让马队长跟我说？你怕我不同意啊？不是怕你不干，我是怕你多想啊。在你眼里，我有那么混蛋吗？那行，那我多心了，行吗？行。当牲口这事儿，我答应你。但我也得跟你说一个事儿。啊。我已经让胡进才去西安了。买书。买书？什么书啊？读的书。我得认字儿，读书，我得超过万子晴。你看书？咋了？万子晴都说了，这是我的权利。哦，你俩还见面了？啊，见了，我跟他说了，我跟他说了，我要跟你好。是吗？那他咋说呀？随便我，他说这是我的权利。就看你最后选谁。行，那你也别瞎胡闹了。我现在就告诉你，我选万子清。他已经是我的未婚夫了，行吗？哎，不招呼你了啊。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兰云啊，听说振东跟你动粗了，没伤着你吧？没事儿。你就是一混货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看我逮着都打折他腿。自从他那天在房上发了疯，姨有几句话一直没工夫跟你说。我知道这事儿不怪你，那打小你们俩就一起玩。那时候我还想，慢慢你们都长大了，你跟子清又留了洋，念了洋书，我这颗心也就放下了。姨，应该不会那个时候就想着我们俩好吧？偷着想过。姨知道这都是不可能的事儿，就像我跟那老东西。姨。他以后再招你，你就往死里打他，不行你来叫我来。不过振东喜欢你，就能听你的话，你再跟他好好说说他，让他死了这条心。我跟他说了。你咋说的？我跟他说，要么还像以前一样我做他姐，要么就是仇人，以后再也不见面了。那混货没答应吗？军训基本结束了，我已经跟万营长商量过，下一步独立大队主要配合炮团行动。张连长这两天会给你交代具体的任务，我也该归队了。哼，能不走吗？38军更需要我，这次运炮的过程中，我感受到了很多。独立大队的表现，让我骄傲。哎呀，这么快就要走了，留两句话，好的赖的都成。马队长看上的人啊，错不了。打仗这事儿啊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就是要多打。仗打得多了，战士的素养自然就提高了。平时训练的时候严一点，战斗的时候就可能多杀几个鬼子，少一点牺牲。这是我最想跟你说的。这把刀
这个刀是我们祖师爷传下来的，已经100多年了。方队长让我把它送给你，以示我们刀客对你的敬意，请于教官接刀。 这个时候，你跪下！你骗我呢？这回没有，老祖宗的事儿，不开玩笑。我一定用他多杀几个鬼子，也算替你们刀客长脸。全体立正！ 请于战官上床。从今天起，独立大队将隶属于炮连的调配指挥。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， 完成炮连下达给你们的运炮任务，也就是说，咱这几门山炮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不停地变换炮位，迷惑敌方，目的呢，就是要让日军找不到我们的四门重炮的位置。你们什么时候转移山炮的速度和距离达到了要求，咱们什么时候就可以向对岸的日军发起全面的反攻。 明白了没有？明白。下面就有请山炮排一排长给你们训话。今天，快速移动炮位的训练就算开始了。每门山炮配3名独立大队队员，我的炮兵只负责定位、炮弹的运输及发射。为什么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不断变换炮位的意义，你们都清楚了。我给你们一组数据，啊，说数据，你们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就是要在每移动炮位200米的时候，时间不能超过2分钟。200米，多长？位置 我都给你们画好了，就是从这边到那边绕2圈的距离，大概就是200米。那2分钟多长？方队长，你应该有手表吧？报告长官，有。我们队长有手表。那就好。 你们什么时候能够在2分钟之内移动炮位200米？我们什么时候就可以向黄河对岸开炮，重创日军？开始吧。开始。 Thank you.
儿咋说？差远了，4分27秒。上，我们已经玩命在跑了。你差了一半还要多。狗日的，你认表吗？要么你看，这一排长耍咱们的吧？就是，这什么叫训练？就是因为我们做不到，才要训练。哦，还没有练你就做到了，那还训个练个甚嘛？还不要多废话啊！来，再下一组，预备，下一组。胖子，你推着跑跑，快点儿，快点儿，快点儿。服了吧？啊！你看你那个怂样子，胖的跟个熊似的。干不了，走吧。谁干不了？能干。这个，能吗？你看着。过去。干个这，为啥呀？这儿有饭吃。那我要不给你饭吃呢？你不给我饭吃，那还干？不给你饭吃你也干？那为啥？因为你是同款人大爷去，你是同款人老大，我想跟着你干。少吃顿饭，叫我跟着你干不？那行。
要不是骗我。玉飞。没事，忙你的。帮哥哥忙。帮忙。是。走。干点。行了。啊？拿着。干啥？到底哪儿来的？我看着眼熟。过了，梁镇。库雷，大哥，山田的嘛。你这叫偷东西。什么叫偷东西？山田死了。那你就是个盗墓的。盗墓你们搅和的好。哎，老大，跟他说啥了？我跟他说以后不管死人活人，少拿人家东西。不是，我说的是卖香，就刚才。我说你喜欢的，啊！不是老大，你可不能乱说呀！妈，别走，说声。说麦香喜欢你，这麦香喜欢我，那怎么可能？
的。但这次祸里，你回来，你带着那几个娃，回通关去。不回。哥，你没事吧？